我家的猫有特殊的爱好，这个是我运动之后的衣服。这个是我运动之后的衣服。喜欢你的，不喜欢我的。对，你的他不管，他只喜欢我的，有时候还舔。每次他回来把他的行李箱打开之后，猫就会钻进去舔他的衣服，啃他的是，衣服，对。把那个衣服上面舔的都是口水。有没有网络上比较毒猫吗？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它是这样？